小吃在饮食范畴有别于珍馐美味的大餐。一般而言，云南的食品大多只能算是小吃。既然是小吃，做法自然就简单浅显。就像云南人的性格，直率淳朴，不委婉，不拐弯。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饮食，却在简单朴素里潜藏着深厚的道理和情怀。而这些情愫需要用更大的手工艺术成分，并加上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能体现。失去了手工，这些食物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坚持手工制作是小吃制作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莫大贡献。刘家寨的赵云满大姐正在培育做麦芽糖的麦芽，天气忽冷忽热，麦芽的培育时间变得不太好掌握。和赵云满同村的刘永洲是腾冲的名人，他演的一手好皮影远近闻名。他做的皮影模具在行当里叫靠子，用的都是当地的小黄牛皮，薄透有韧劲儿，然后经手工一笔一画地雕刻出来。经过不断的洒温水，五天过后，赵云满的小麦长出了麦芽。做麦芽糖的技术是婆婆教授给赵云满的。可以做了，这到农忙啊，这谷米呢，吃三斤半的呀。这是赵云满和老伴刘尚平的一次默契配合。这支老队已经用了上百年，房子已经换了一茬，这支老队还一直保留着。把这些淡黄嫩绿的麦芽捣碎，就该到做麦芽糖的时候了。接下来这些麦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上好的糯米是优质麦芽糖的基础，加入适量的麦芽做酵母，糯米里面的糖分就能最大程度的分解。麦芽加的越多，糖就越甜。但对于麦芽糖来说，并不是越甜越好，合适的甜度最受欢迎。发酵也是一个需要精确掌握的过程，发酵时间不够，糖分不能充分的析出，发酵时间过了，糖水会变酸，影响到麦芽糖的口感和质量。新做的靠子雕刻的是钟馗的形象，颜色鲜亮，栩栩如生。今年小黄梨无花梨很多的，相当脆嫩，今年也是一劈就断了。一个好的靠子会给刘永洲的皮影戏带来神韵和光彩。这个过滤挤压麦芽糖水的榨子是赵大姐的丈夫自己研发制作的。赵大姐觉得使用起来挺方便，过滤好的糖水放进大锅里加热熬煮。前期翻滚的这种形制的泡沫被称为翻花。生活劳累的时候，赵大姐还会做上一道麦芽糖水冲蛋花，犒劳一下家人。糖浆沸腾成翻大花的时候，糖浆明显浓稠起来。这是测试糖浆的粘稠度是否合适的方法。看到糖花四散飘飞，糖浆就该起锅了。用竹筷裹一团黄澄澄、半透明、琥珀一般的糖浆，咬一口，唇齿留香，甜劲心扉。
是很多人儿时难忘的记忆。有一个词语叫甘之若饴，饴指的就是这种形状的麦芽糖。要把麦芽糖从黄色的糖稀变成白色的白糖，需要一个体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扯白糖。扯白糖相当累，做到怎么办了？真的，真的累到汗淌淌的。经过十几下拉扯，受空气和力量的作用，水分逐渐脱失，颜色也在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为了今晚的演出，刘永洲必须一大早就到刘家祠堂的皮影戏台前忙活。演皮影也是很费神费体力的事，不但唱腔要变换多端，而且还要讲究技巧和力道。其实叫白糖的麦芽糖只是基础加工食品，在白糖的基础上，腾冲人还开发出了不同形式和口味的麦芽糖制品。这是一种讲究力道的手艺，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用力一致。裹上豆面可以防止粘连，便于携带，香味也更加醇厚。夫妇俩经过十多分钟的使劲，才能把一个糖团子拉成比头发还细的如银丝般的丝丝糖。还有个形象的俗名叫老鼠窝糖，另外一种是形似肠子的叫灌香糖，里面灌有酥子或者花生的馅儿，嚼在口里又香又糯。刘氏祠堂里的戏台上，刘氏皮影已经演了100多年。今晚刘永洲新创的大戏《四女将大战魔花姑》即将开场。很多年来，赵云满家的麦芽糖总是追随着刘永洲的戏班，只要有皮影戏开演，他家的麦芽糖就能给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人们常用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来描述皮影戏的精彩。刘永洲的皮影戏几乎都是叙述历史的，唱腔浑厚，感情变化到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今天因为是刘永洲的新戏首发，所以看台下村民比较多，有时候刘家戏班的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来的也是外地的游客旅人。皮影就在这种几乎自娱自乐的状态里，若隐若现却又固执地存在着。还没到曲终人散，赵大姐就收拾着小摊子准备回家，明天一早她还得继续做麦芽糖。现在赵云满大姐的麦芽糖很大时间上已经和刘永洲的戏班子脱节了，因为刘永洲的戏班子转战到了县城，赵云满也把主要的卖场转到了五天一次的集市上。生活对于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赵云满没有什么急躁和焦虑，他知道生活就像麦芽和麦芽糖，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改变颜色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力量的积蓄，自然能改变。对做麦芽糖的赵云满来说，或许背后有着的是一份对传统的留恋和坚守。在县城大餐厅里表演的刘永洲有了更多的观众，游客们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大救驾。大救驾也是腾冲当地著名的民间小吃，其实就是炒饵块片，
因为救了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而被流传为另一个名字大救驾。皮影对于刘永洲来说，除了是谋生的工具之外，可能还意味着很多，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表演都如此投入和动情。外婆说，就是做麦芽糖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做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的水了嘛，它是死的。做糖的时候它性格比较好，等蛇冻的时候来做的话就不太好做了，而且做出来它的色香味型口感，它都会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如今的普济已经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头人。从一个农村女孩到大企业的女总裁，她所经历的苦和累，常人不能想象，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忍心再把她们加到这副瘦弱娇小的身躯上。应该那直接得是寿司了。因为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情感，只要见到任何与自己做断木糖的经历相关的器物，普济都显得异常的兴奋。哟，太厉害了，这根本很难受。现在有了宽敞整洁的作坊，普济却没有想过用机器设备来生产断木糖。把制作断木糖的手工艺传承下去，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念头。由于他的断木糖全部用手工艺制作，对手工艺人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切糖的工艺全靠用心和娴熟。普济要求每一节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3毫米。作坊每天的生产量也有定额监管，有时候外面销路太好，工厂里经常断货，经销商就要求加大制作量，但是普济断然拒绝，宁愿没有货卖，也绝不丢掉手工生产的做法。在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情结，我觉得保持手工我是一定要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几代人，那最后也只传了我一个。我从18层做到29层，我自己也真的是在内心当中拜了很多的师傅，我觉得我有这种情结，我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会放弃。除了坚持手工生产，最让普济放心和自豪的是，他有着别人学不去做不到的绝活，那就是小小一块断木糖，他可以做到有30层糖衣包裹，而别人能做到17、18层就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身为企业老总的普济完全可以放下担子当甩手掌柜，但是每次到了作坊，只要闻到炒豆和糖稀的香味，他还会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从130多度高温的糖锅里抓糖，这绝对需要勇气和技巧。普济说，他也是被烫伤了无数次之后才练成这副身手的。现在在他的作坊里，手艺最娴熟高超的师傅也未必敢抓糖。熬煮好的糖稀倒在青石板上慢慢冷却，
这也是普京一直没有改变的制作流程，因为这其中除了有工艺要求，还浸润着他儿时的情感和记忆。外婆的启蒙和传下来的手艺，成了普京一直记挂和珍惜的财产，也让他像磐石一样坚韧地遵循着做豆腐汤的传统工艺。这个是材料嘛，这是热就行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像这么大老百姓嘛，一捞的汤就是脆的，这个慢慢焖出来了嘛，这口感相当好。从童年做糖算起，这个动作普京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次将糖团挂上去，他都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技巧和力道都要随着糖团的逐渐变色而改变，周而复始。最后当普京拿着热浸室中扯好的糖团子飞奔向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一道关键的工艺秘密就不为我们所知了，那就是他究竟如何让一块小小的豆沫糖包裹上了30层糖衣。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被现代设备生产取代的今天，普京却显得平静淡然而知足，也许在他看来，坚持也是一种快乐。和顺古镇的双虹桥头，如果没有意外，张大妈每天都会坐在这里。这种上层金黄色下层酱紫色的方形小糕，在外地游客看来很是新奇。清明节前后正是云南松的松花盛开的季节，松花之所以珍贵在于难以收集，它花期较短，前后不过只有10天的时间，而且同一片林子甚至同一棵树花苞的成熟期也不一样，这种嫩绿且绒毛较长的是没有成熟的花苞，水分还比较多，这种黄色饱满的花粉含量最多，也最适宜采摘，而这种蓬松绽开颜色偏褐黄的花苞，花粉已经被山风吹走了。松花粉有微微的香气，闻起来和松针的味道差不多。采下的松花花苞找阳光温暖无风的天时进行晾晒，3-4天后当花苞们被晒得绽开缝隙，就可以抖出松花粉。所有的动作都要轻柔，不然这些细腻的花粉就会随风飘散殆尽。松花粉是制作松花糕的原料，同时又是中药里的一味药，可以祛风益气。松花粉还是美容圣品，用在面膜里能促进皮肤光滑。张大妈很难说清家乡人是从何时起开始吃松花糕的，只是从他记事起就记得松花糕的味儿，记得松花糕的清香。现在做松花糕，一是念旧，再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劳动总能给他带来欢愉。制作松花糕的工序并不复杂，只要每一种原料的比例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红糖水中慢慢加入红豆粉熬制糊状，再在锅里反复翻炒做成甜糯的红豆沙。红豆沙做好后把它平铺在木盒里，像刮腻子粉一样整理平坦，
稍稍晾一晾。松花粉用蜂蜜水调制，蜂蜜的甜味能中和松花粉的清苦。调制好的松花粉浆要一口气均匀地倒在红豆沙上，不能犹豫。张大妈习惯在松花粉上撒上一层芝麻，她说这样做出来的松花糕更香。松花粉的吸水性很强，几分钟后就会变干。夯实的红豆沙密度很大，松花粉不会渗透到豆沙里面。十分钟后，松花粉就慢慢凝固成膏状。四五年前，每块松花糕只要5毛钱，张大妈每天能卖上2盒。近年来，松花粉的价格上涨，做松花糕的成本高了，每天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但是张大妈很知足。坐在和顺古镇的双虹桥旁，看着桥头的桃花开了又谢，柳树在不知不觉中抽芽，身旁的小河水静静流过，不同面孔的人来来往往，这些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光景和享受。光还没有完全照满古旧斑驳的金刚塔，这家叫眼镜爸爸的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相比于饼、糕、吐司这样的词汇，爸爸这个更加乡土的饮食名称似乎是云南人特有的，它给云南人带来的情感随意、平凡、怀旧而亲切。南诏大理国时期，官渡就是重大集镇和交通要冲，渔舟及过往官船都要在此停靠，然后改坐轿或骑马进昆明城。古时的官渡昼夜繁荣，灯塔渔火交相辉映，形成古渡渔灯的景象。如今古渡渔灯早已不在，只有这种叫官渡粑粑的小吃依旧熨帖慰藉着喜欢追寻古味的人们。官渡粑粑在常温下能存放10几天，稻作文化的发达让云南人养成喜食稻米的习惯，但是稻米制品的保质期不如面食的长，方便在商旅远途中携带，于是这种类似北方的馕的面饼在这里就有了一块存在的土壤。除了粑粑，眼镜也是老板的招牌。他介绍说，做官渡粑粑的时候，除了放发面用的碱，还要放适当的盐和糖，经过烘焙能调和出一种朴实的香味。粑粑里面夹着丰厚的馅料，有胡麻、花生、玫瑰豆沙、椒盐等。现在的人们喜欢这些各式口味的馅料，认为馅料才是官渡粑粑的魂。不过最质朴的就什么馅料都不放，老昆明人喜欢的正是这种光面饼的，他们认为这才有面饼的真味和嚼头。曾在官渡居住的学者陶震先生对官渡粑粑有着深情的表述，他说，如果没有了解官渡，了解这里的民风民俗，那么这个饼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面团而已。对于我而言，这个粑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它像极了这里的人，简单淳朴有韧性。就在官渡粑粑散发出质朴面香的同时，这种叫摩登粑粑的面饼散发出的则是奶油的华丽甜香。
小小一块黄油的加入，让这种比官渡粑粑形制略小的面饼有了浓郁的西洋气息，也勾起了人们对面包、蛋糕等西式食品的联想。关于摩登粑粑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不外乎都和法国人或者美国人的到来有关。如果官渡粑粑代表的是最本土的饮食文化的话，摩登粑粑代表的显然是洋气十足的舶来文化。在一土一洋间，囊括的是老昆明最真实的回忆和久远的历史。滇南小城石坪，84岁的孙奶奶精心照顾着院子里的花草。这株玫瑰几乎陪伴了孙奶奶一辈子。玫瑰花的来历是孙奶奶嫁到这座宅院后从婆婆口中得知的。这个花是个四季玫瑰，老去嘛从日本路那里，颜色也好看，也大也香。每到季节更迭，这株玫瑰都要开出30-40朵花。在欣赏完玫瑰的美丽后，孙奶奶舍不得看着它们凋谢，她把所有的花瓣收集起来，用来做食材。在滇中幽静的山乡谷地，全国最大的玫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要赶在太阳升高前把玫瑰采完。相对低的气温能锁住玫瑰花的香味，9点以后，随着日照升温，玫瑰花的香气会被蒸发掉一大部分。孙奶奶要把做玫瑰糖的方法交给小女儿。做玫瑰糖的玫瑰花要开得恰到好处，开得太放，花瓣太薄，花肉质感单薄。花瓣如果不够开，做出来的玫瑰糖水分太多，味道不够纯野。但是在爱美的孙奶奶这里，欣赏玫瑰花的美丽远比玫瑰花糖的口感重要，所以他用来做玫瑰糖的是那些快要凋谢的玫瑰花。倒入白酒，让糖分快速浸透花瓣，同时起到杀菌的作用。糖和玫瑰花搅拌均匀，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成为一瓶清甜馥香的玫瑰糖。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让云南一年四季都有机会采收新鲜玫瑰花，也让云南拥有了最好的鲜花食材。的新鲜玫瑰花，下一站到达的地方是鲜花食品加工厂。鲜花饼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候的鲜花饼就已经是宫廷御膳。从西南的昆明到北方的天津，都有鲜花饼生产，但是一年四季可以生产鲜花饼的地方，非云南莫属。在这家云南最大的鲜花饼加工厂车间里，到处飘散着玫瑰鲜花饼的香味。孙奶奶家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爱的曾孙女总要记挂着吃曾祖母做的玫瑰糖藕粉。
刚买块厂，手机老婆婆教我的，该孙老师你吃吃稀饭啊，吃盖饭呀、啊，像我那个孙子买你给他要一瓶开。每年雨季到来，孙奶奶都要从这株老玫瑰树上截取一些枝干，扦插培育成新的种苗，分给儿女们和左邻右舍种植。插玫瑰花的方法是孙奶奶自创出来的，说起这个方法，孙奶奶还挺骄傲。这还是个天下，我不让你跑出山里头，这就外包这个活，我一让你在上面怎么操？你告诉我们在何物件那修错，我找个香炉不错就错。你个母亲啊，你看，哎。在距离加工厂200公里开外的玫瑰种植基地，辛勤采花的工人们其实难得吃上一次用自己亲手采摘的玫瑰做成的鲜花饼。也许这样的口味对经常身处花海的他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玫瑰糖还成就了大理另一种特色食品的名气，这就是喜粥粑粑。这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遵循手工操作的传统食品，几百年来喜粥人从未改变它的做法和工艺。咸味的用猪肉做馅，猪肉是夹筋夹肥的那种，喜粥人在用馅上从不小气，大团的肉馅几乎占了整个面团一半的分量。似乎还嫌油水不够，最后还要点上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甜味的馅就是红糖和玫瑰糖，一层薄薄的玫瑰糖将给整个粑粑带来芬芳的香味。在炽烈的力炭火的烘烤下，香味马上就喷出了锅盖。此刻玫瑰糖馅的粑粑要隔上一层草纸，因为红糖不耐烤，容易被烤糊。大理人喜欢这种两面焦黄吱吱冒油的面饼，尤其在寒意浓浓的冬天，它能给人滚烫殷实的感觉。而玫瑰糖独特的香味总能勾起人们对绿色的遐想和期待。每天伴随着官渡粑粑、摩登粑粑的香味，还有一种诚实坚定的声音敲开昆明官渡古镇早晨的大门。杨勇是土生土长的官渡人，小时候每到春节，古镇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这种米饼子。耳濡目染，杨勇对这种云南十八怪米饭粑粑叫饵块的小吃也情有独钟。杨勇知道现在想吃手工食品的人很多，尤其是对稻米有深厚情结的云南人，对手工饵块更是非常有感情。就是把以前现在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搬出来，把它传承，让下一代年轻人再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品质上乘的东北大米是杨勇做饵块的首选，淘洗浸泡上正，每个环节靠的都是心和手的感觉。饭这个动作杨勇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一次面对这个程序，他依旧表情严肃，充满了敬畏。鼓是杨勇做手工饵块得到的另一种收获，
冲对的人一上一下，单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难保有人不厌烦。还要讲究齐心协力，谁懒了一脚就打乱了起落的节奏，不但别人白费力，捧对的人也可能会被伤到。在当地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宁在阴间受罪，不来阳间冲对。就是这句话就能说明做这个耳块也多么的辛苦。经过千锤百炼，米饭变成了糯软且有筋骨的米团。再根据需要压成圆的，以及像小枕头一样的大块。把新鲜的饵块放在热度适中的立炭火上烘烤至两面微黄，抹上香浓的芝麻酱。稻米的清甜搭配芝麻的醇香，烤饵块成为云南人心目中家乡的味道。梁勇在自己的手工饵块上压上官渡两个字，而他没有压上自家作坊的名字。也许对他而言，他最眷恋的家乡官渡古镇，就是他滥于做手工食品的情感和力量。为了追求一种自我理想甚至是艺术化的效果，云南的手工艺小吃制造者们从不懈怠。他们知道一个细节可能是满堂喝彩，也可能是满盘皆输。勤劳专注之后的圆满欢愉，是对他们付出的最好犒劳和享受。温和平静的气候，多样的地理特征，使得云南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的食品在新鲜和自然上不占鳌头。没有特点似乎就是云南菜最大的特点，但是这毫不影响云南人对鲜味的分辨和挑剔。植根于山地原野的味觉，并不太在意食物长得怎么样，而是新鲜的程度怎么样。所以在饮食界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最高超的厨师并不是人类，而是自然。下期请收看《味道云南之绿野仙踪》。味道就像清风过山岭。